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要给大家表演一个关于预言的魔术。首先呢，我这里有一个牌盒，里面呢有一张预言牌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有一张预言牌，我放在这里，我不会去动到它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这里还有很多漂亮的玫瑰，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玫瑰，每一张都是不同颜色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个事情，在你脑海里面想一个你最喜欢的数字，一到十之间。好，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好，我一弹手你就说出来好吗？行。七，七是吗？好，拿给你，一张一张数下来，第七张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打开。哎，这是一朵红玫瑰，红玫瑰，还记不记得我说过这里有一个预言，里面只有一张牌。对。而这张预言呢，就是红玫瑰，它的牌盒里没有东西。牌里没有东西，红玫瑰。